你这么完美的小朋友，你看啊，什么都会，长得又漂亮的小朋友，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？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？太黑了。什么？太黑了。太黑。你就没想过吗？偷偷用那个妈妈的面膜什么的。我用的就是脸上敷牛奶。敷牛奶？啊。哎，你们都从哪儿学的呀？牛奶泡的面膜。牛奶什么牛奶？就是喝的牛奶。你妈没阻止你啊？我妈跟我一起弄的。然后我们家原来有一只猫，就是我们俩用完了牛奶，那个猫就给喝了，一点都不浪费。其实你们看我，其实不是现场看一点都不觉得很胖，可我上天特别显胖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太白了。白不好，上天是特别容易显胖。哦。所以你不要太白了，已经很好了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白雪姐最近都在改身份证了，想叫黑雪了。好，那其实也没什么嘛。我觉得肤色这个东西啊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爸妈给你的哈，其实就是最好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要珍惜父母给。